画质啊、哦，好，我特地改成高画质。不过刚刚的直播当中有说到，就是游戏里底的话，游戏里的一些物件要升级了，所以可能显卡需要换。对，就是如果显卡撑不住的话，可能要换一下。先看一下。显卡，我淘宝显卡70几趴，三小，570 XT 还不够，然后再换，好推一点。小号的挂机，讨厌，太倒。Thank you.
不要，我听你。不是，这冲破了之后是，等一下再看，等一下再开。楼梯呢？下去。吓死！是不是只有警钟会动？好好，听着有点像风声。好好睡觉。你可以再上去。靠北，干，妈的，被吓死！妈妈，哦，惨惨下去。喂，放下这个。靠腰，原来是不行的。
山。闪灯，哦，寂静岭，米德威奇小学。
那卡。哼，关。走，快走，快走。拆掉。就会掉出来。哎，我还是只有人才会掉。爆干迷途，是这边吗？我操！哦，干他妈的！干，只有人才会出发呀！天哪！好好好好好，休息休息休息。休息